承认你老西都被雷你怎么的。都挺甜，虽然小小粒，$25超级平。点买这个呢？你可以再吹一次吗？我也很喜欢那首《天空之城》。嗯，行。特别，我哋而家去呢个乐天市集啦，佢就系星期六朝早先有得睇，超级多人啦，仲有咖啡添。陶瓷纸杯有咩好啊？会跌烂嘅。你谂下，你普通一次性纸杯，你只能要用一次，呢啲可以用好多次。老演是，他有的是大家都来通。哇，好真喎、哦，剪到。嗯。还真系真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市集就要结束了，请各位摊主朋友们收好自己的桌板和支架，送回库房。我们今天吃这间叫做回家吃饭，跟着它的招牌菜是刀枪豆葱炖鱼头，豆葱就是炸过的长条形豆腐，有些地方都叫做豆心，因为它好像海心一样，那就索了汤汁，很好味的。还有这个酸菜鲜虾滑，鲜虾滑不是招牌菜来的，只是我们自己想吃而已，不过它味道都很不错。最后我哋叫咗两碗饭，就将呢两个送食晒。食完饭我哋就嚟咗三宝村。我哋去参观一下啦。可能因为淡季，村里面好多地方都冇开门，冇得参观，所以我哋行咗一阵就走啦，去我哋下一个目的地。杯盖嚟，跟住呢个应该系布盖，用咗好多唔同嘅陶瓷碎片组成嘅地方。瓷工嘅主人叫做余二妹，佢系2010年决定要起一个属于景德镇嘅瓷工。嗰年佢85岁，将成世嘅积蓄都攞出嚟起咗呢个瓷工。虽然当时好多人反对。但他都坚持到底，到现在成为一个出名的景点，还越起越多，真的令我觉得很佩服。见到有数之不尽的瓷器，都有他不可衡量的心血。见到这些密密麻麻的陶瓷，令人觉得很震撼，都很感谢他给我们看到这么特别的建筑。最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航拍的角度啦。
揾嘢食。呢间店就快收铺，跟住我哋嚟。平时朝早系要排队，而家唔使排队就买到啦。好似食甜品咁啊！外边包住一个油炸鬼，好脆，跟住里面应该好似麻薯咁样，就叫佢叫糍粑，系好圆。我买咗一条油条，一路行一路食，睇下有冇其他好食嘅嘢。跟住食牛骨粉，有两间，两间都好出名。不过呢间多人啲，我哋就去呢间食啦。那个牛骨粉这样，这个淡一点，这个味道重，口味重一点。哦。看你自己喜欢吃哪一种口味。哦，重口味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佢啱啱去问佢喺中间嘅便利店，你要人哋拦住。19元一份。睇我哋嘴唇，啱啱食完嗰个牛骨粉，辣成咁样，睇到佢，但系都几好食。我哋而家继续出发去呢个淘溪村。文昌店睇，呢个就系阿笨啦。阿笨，你睇住我哋食，走啦，拜拜啦，阿笨。朝早行完早市。夜市比较有淘宝的感觉。咩？兰兰正中间嗰个嘢。哦，都几特别。佢其他部分就去咗慈宫嗰度。
哋听日要见嘅人。行完夜市啦，而家翻去车上边。呢个花今朝睇到已经系残晒，跟住我哋摘晒啲叶用水浸一浸，而家就开翻啲啦。跟住仲买咗蛋糕。等阵我哋要参观一个陶瓷厂，呢个就系送俾佢哋嘅小礼物。这个送给你的。谢谢啊。里面还有蛋糕。还挺大的，平时多少个员工啊？除了你？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另外两个。哦。这里我们前段时间柴烧嘛，然后这个就是烧柴烧的。啊。啊，他踩到我了。他。树叶不行吧，他想跟你玩。他的尾巴打到我也痛的。打吗？好大力啊。里面刚刚好的陶瓷。哇。我们背景声一直有这个怪叫。就三个员工嘛，加老板、老板啊，这么大的陶瓷厂，这三个员工啊，那感觉要做很多东西。这个我们要烧的皮就放在这上面。哦，等一下你们体验的也是这种皮。嗯。今日嚟参观呢度叫做康斯艺术陶艺厂。呢度都是他们老板娘和老板自己装修的，都很有艺术的感觉。我们今天要画这个杯，之后今天带我们参观的评品，他就会寄给我们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现在画完草稿了，大家欣赏一下阿伟的作品，他在这里画。跟住我画咗猫啊，下边又写咩白 kitty， 有啲丑样，想象成只睇点。有啲浅色，不过我尽咗力噶啦，用呢个眼咁样，我想要嘅色都好难调到。跟住呢个系阿伟嘅，佢呢个烧完之后系会变青色嘅。我呢个烧完之后都差唔多系呢只色，不过啲铅笔痕会冇咗，唔知道到时成品会系点。跟住呢个人而家喺度玩泥巴。你有冇信心啊？信心咩？整成功啦！我而家铲出嚟烧就系第一个杯啦。而家就放喺度，迟啲同佢哋呢啲一齐整。就系呢个，都几特别啊！咩？大家欣赏一下阿伟嘅作品啦。就是这个啦，人哋嗰啲都好好，佢呢个系歪，好有艺术嘅感觉。跟住而家喺嗰度洗紧嘢，拜拜，谢谢你啊，今天。你揸佢嘅小摩托仔，我哋今日嘅参观结束。體驗結束，拜拜拜拜。佢呢個好，而家整落去好，好咩啊？咩啊？咩衰咗係咪？
菜，我们配。